跑了这么远，没白跑啊！看这大房间，这个加油站挺便宜的，他们家是6.89块一升，我一般加的都是7.3块，7.4块。这边得15块钱一包，买两包30块。这边新修的一个跨海大桥，还没完工呢。如果修好的话，会很方便的，但不知道价钱是多少。这缩短很多距离哈，这桥。前面还有个大桥，大概100多公里，200公里吧。加100块钱油，明天基本上就够了。我们现在离伊斯坦布尔还有240-250公里。这个加油站挺便宜的，他们家是6.89块一升，我一般加的都是7.3块，7.4块。我一次是最便宜的，是6.99块。12升、13升、14升，够了，肯定是够了，200公里应该够了。这边加油站。超市都非常好，超市装修的都非常好，这边。10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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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开门 ，yellow lawn， 开门 ，yellow lawn。弄弄弄 ，pull box，pull pull box， 嗯，放 ，OK， 这个应该是15-16一盒，哎，对 ，Thank you。啊，这个烟是啊，大概都是这价。这个烟得15块钱一包，买2包30块。这个小票哪个是？这个号 ，OK，Thank you， 拜。2包烟。桥上有收费站，对，桥上有收费站。这个桥啊太贵了，我们就不走了，我们绕一圈吧。那桥听说以前是35美金，现在还不知道多少钱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向前进发了，我们出发了，一会儿到酒店了。在山的那边是吧？应该下去到了，就前面那一片。下去到了，应该。这酒店太不好找了，全是盘山路。这真有点远啊！这是海边了吗？前台搁哪儿啊？酒店？这地方吗？酒店环境还挺好哈。啊，一个人一个人的。啊。three。几楼？啊，300。嗯。three， 阿妈，share 一间。啊。去吧，你去吧。3楼。three。sorry。小电梯特别小，只能一个人上。那小伙跑得挺快，自己先上楼了。
装修的还挺迷幻的是吧？他们家早餐是8点到11点，还有就是12点退房，这个比较好，一般都是11点退房。看看这小电梯，哇！看一下房间今天的啊，跑了这么远，没白跑啊！看看大房间，看看这大海景，看不见，一会儿让你们看。房间够大了吧？150块钱。看看这大阳台吧，哇，这是豪宅呀，这么大阳台，看看海景，今天天气多好，多蓝。行吧，这150块钱不白花吧？这又是一个无敌的大海景，而且房间特别大。想非常近的到伊斯坦布尔的话，就得需要跨那个大桥，那个大桥叫伊兹密特海湾大桥。我在谷歌地图上看他们评价说非常非常昂贵，这个桥在网上查了一下，是2020年，它的费用是35美金，但是现在里拉贬值，它的价格好像还在往上涨，所以我们明天就需要绕行这边，绕个200多公里吧。哇，好累呀！今天早晨7点钟开始开车，开到了现在。山路18弯，土耳其就是这样，而且还费油。我们还没吃饭呢，到现在。看一下我这边吃的还有不少呢，来吧，展示我们的吃的。昨天在超市买了两个大饼子，这应该是就是面包呗，还有一包香肠，这个特价4.95块，各种咸菜，加上有一个在喀什那边买的一个小辣椒，还有干果，吃一路了。这个是乐事薯片，来一包，还有2包方便面，小盆儿，咖啡，伊斯坦布尔买的咖啡，这干果，这干果是安卡拉买的，饼干已经吃完了，里面装的刀叉，哎呀，这边还有点水，还有点昨天吃剩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吃了，一会儿看一下吧。啊，一会儿冲个凉，看一下，这头发又勒没了。冲个凉，一会儿再吃点饭，再感受一下这边的海景，150块钱的海景啊，太幸福了。昨天睡车里没花钱，今天花150住一个特大的海景房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洗洗涮涮，准备吃饭。这个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再见。